玩搶工時間2:32。即係先來，其實 K S 食早餐啊，買咗好多嘢，因為好簡單，因為對一對而家就係落緊雨啊，因為受咗低壓槽影響，所以對而家仲係落緊大雨，再落。即係喺今朝落雨嗰陣時候，即係我係去 K S 食早餐。即係去 KFC 嗰時都見到好多人坐喺度，因為只有一個原因，因為每次落雨嗰陣時候，啲人都會冇嘢做，冇地方可以 serve， 已經坐喺度喐。見過我由我坐低食飯，直至到坐低食飯同埋咪坐到食嘢，至到我離開嗰陣時候，都見到我後面坐喺度嗰兩個細路仔打機都仲係未走嘅。因為他們是等阿媽買完餸回來，因為他們在天城買餸，那些天要天時沒有街市嘛。我見他們兩個打麥克風開到大聲，因為我聽到啲開門的聲和玻璃爛的聲。但是在那些卡，即是那些卡位就坐得舒服一點，但是那些人就不走，因為看完即是你即係好多阿叔睇完報紙，睇報紙唔食嘢入，即係睇完之後咧，食完之後唔走，又傾偈，跟住又睇手機又唔走嘅，好多人都係咁。亦都見到嗰個又瞓覺嗰人咧，即係入咗 KFC 之後咧，即係嗰個阿伯，你都知係邊個？呢個阿伯就係成日都見，成日都之前都話喺 KFC。同埋喺麥當勞瞓覺嗰個啊，就係著住熱恤衫，跟住西褲，跟住對波鞋。佢成日都成日都咁嘅樣，日日見到佢坐喺度食煙，即係因為啲阿叔冇地方去啊。咁但係我見佢入嚟，即係佢入嚟就係叫杯水飲完之後走佬，即係走啦，坐喺度跟住走啦，唔係瞓覺嘅。見到佢入嚟之後。即係佢隔離就有兩個女仔，佢咁啱佢隻手飛嚟個女仔嘅背脊，佢唔係唔小心撞到，佢係特登撞到嘅，好有啲變態咧。跟住叫完杯水之後，佢攞翻翻，跟住佢手又點翻個背脊度，但係應該有充足個位俾你行喎，咁樣都要 high。我覺得你唔係小心，我覺得你係飛嚟。即係我琴日嗰篇中文作文，即係兩篇作文，兩篇講文嗰度至 finish， 仲有四樣，就係兩篇英文作文同埋一篇嘅，仲有一份嘅閱讀理解，再加通識嘅閱讀理解，咁即係四份功課，要快啲做嘅，因為四嘢都要學，而家都8月30日啦。我覺得真係好大反應，因為之前就話見到個變態男人咧，就叫跟住我見到好似人分享，又出奇咯。呢個世界咩人都有。我喺呢個
嗰個鹿田園私家場附近有個叫個車入口，見第一次喺嗰度見到架貨車，我由我即係六月幾跑到依家仲喺度嘅車冇喐過。即係我係經過喺鹿田園私家場入口嗰度，即係隔咗條路嘅。我跑隔咗條路，先發覺嗰條路係行係過唔到去嘅，因為跑唔到一個圈。即係我記，即係喺。即係我哋中四嗰時就話開到我哋就商討就話會去燒烤嘅，但係佢哋話燒烤太熱，所以就唔去。咁但係我估，但係你話如果你十一月幾話燒烤熱嘅話，咁係中三嘅時代，我咁係中三十月燒烤喎，咁樣又唔見你話熱啲。但我俾你，我真的不想在香港玩，你都玩厭嘅，何況你嘥咁多，你嘥咁貴車錢。即係唔理你誒，就喺尖東站住荃灣線，另一話係金，另一話南昌站住東線啦。我個價錢都係一模一樣嘅，都係即係14幾嘅都係。所以我話俾你聽，其實你如果去海洋公園，你坐巴士可以圍到豬，因為你坐巴士，因為你都有鐵路啊，使鬼坐巴士啊？你之前冇鐵路就係坐巴士過去，你喺金鐘站轉巴士，轉969。咁搭巴士佢哋最個原因就係因為有位坐，但我覺得地鐵就係成鐵路就因為。唔使過馬路，唔使塞車，好快到達噶。即係佢喺十月幾就話喺灣仔石水渠街嗰個唔知咩學校嗰度咧。即係我係嗰時就建議就話轉東涌線，但後屘佢話原來尖東最快，咁但係尖東最快，但要俾多次錢嘅基本上，你要出自己出閘又入閘，你俾多次錢就想點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咁我做法唔抵嘅，雖然係近啫。4日，唔係應該係話，即係唔計呢一日，仲有3日就自己放完暑假啦。即係中文功課做完嗰陣時候，我睇翻嗰個註解，即係嗰個說明，即係做呢個講法嗰度，只要係切勿隨意抄錄書本內嘅內容，即係唔好抄書本裏邊嗰啲。句子啊，即係都唔好抄嗰啲介紹嗰啲簡介，但係我抄咗點算？咁但係我都係覺得好似冇乜問題，因為基本上佢唔會俾翻你，就話要重做，因為暑期功課係冇俾翻你，我記得好清楚，即係唔會就成圈你嚟幾多分，零分有咩分到啊？係唔會入嘅，淨係計你做咗幾多張，跟住然之後會吸個印俾你，唔係，跟住會送張獎狀俾你。喺開學第二日，即係9月3、9月4號咧，首先就係要做處理啲班務，然之後派啲簿，跟住
搞啲嘢小儀式之後搞講座，亦係講翻同一樣嘢，即係講翻啲規矩。咁但係基本上規矩日日聽，係背熟曬，起碼都已經。喺舊年八月三十號就開始做書嘅功課，做中四嘅書嘅功課。但我真係冇諗過咁多，你諗下喺今年嘅新年假期已經好多嘅功課，已經起碼成十一樣功課，但係而家都只係得六七七樣功課咧。但我真係做咗四樣功課，唔係三樣咧，即係做三樣。記得再唔識計，一唔做功課啫，俾 miss 鬧。喂，到底呢個暑假做啲咩噶？兩個月嘅暑假做啲咩？